佛门中有些不知啊，有些事不怎样如理如法，随喜是否有功德？这个我们在讲《华严经》，也就是在最近不久所讲的啊，无善陀罗的故事，你就知道了。啊，这个经里面是佛说的，啊，五个比丘，啊，真的是不怎么如理如法，欺骗信徒。啊，可是信徒呢，把它当作戒律清净的高僧来看待，一点都不怀疑，恭敬供养，啊，所以这个信徒死了之后，生第五天。啊，这个果报就很高了。第五天是化乐天，啊，再上去是他化自在天。啊，那个果报非常殊胜的。而这五个比丘死了之后呢，这欺骗人、欺骗众生的，堕地狱。地狱受罪满了之后，啊，经历恶鬼出生，他还债呀。啊，那么到最后，从畜生道再回到人道，哎，跟前面那个供养他的这个女孩子又碰头了。这个女孩子她是皇后，啊，这五个比丘呢是替皇后抬轿子的轿夫。啊，佛说的这五个人就是当年的五个比丘。啊。现在他要还债，啊，是教父替皇后抬轿子的五个人，啊，这个我们在《华严经》上说过了，啊，所以供养就要真诚，啊，以真诚心、恭敬心供养，不论他如法不如法，你有你的福报，啊，福有心生呐，啊，哎，都从所以福是从恭敬当中求得的。自己修自己的，过人是过人的因果，哎，这个要懂。啊，尤其是我们要生平等心，看一切众生，看他的佛性。啊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嘛，他迷惑了嘛，他在造业。啊，造业一定要受报。啊，所以从本性本善，啊，从本来是佛，我们对一切众生生恭敬心。啊，生供养心，啊，你看普贤菩萨十大愿王教给我们礼敬诸佛平等的，没有分别，要礼敬，啊，供养也没有分别，啊，广修供养，啊，可是赞叹呢就有差别了，称赞如来有差别，啊，赞叹的时候只赞叹善，不赞叹恶，啊，他有恶不说，不批评。要学着不批评人家，不要把人家的恶放在心上，养成自己纯净纯善的心，才提升自己。如果常常想到啊，这个人过世，你把你自己的心都变坏了。就我们常讲，你自己的好的好良心呢，变成别人的垃圾桶。你说你是不是错了？啊，我们的心要装一切众生的净善。啊，清净善良，他的不善我们不接受，我们不放在自己心上，啊，我们就会变成一个纯净纯善的人，啊，这个样子去帮助自己提升，啊，人生在世第一个目标就是要提升自己，啊，因为这个世间是假的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啊，万般带不去，唯有业随身呢，这世间没有一样能带得走的，包括身体，啊，带不走的是假的，不要重视，啊，不重视它；带得走的是灵性，啊，那这个太重要了，啊，我们一定要提升自己的灵性，啊，要不断地向自己来上升提升。